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1月10日讯，凯尔特人将于北京时间周一对阵热火，球队更新了伤病名单。杰伦·布朗、谢米·奥杰莱、贾文特·格林，联盟健康与安全原因，出战成疑。杰森·塔特姆，联盟健康与安全原因，不大可能出战。根据之前的报道，塔特姆将被隔离10至14天。格兰特·威廉姆斯、罗伯特·威廉姆斯、特里斯坦·汤普森，联盟健康与安全原因，不会出战。肯巴·沃克左膝伤势，不会出战。罗密欧·朗福德右手腕手术恢复中，不会出战。至此，凯尔特人全队仅剩余八人不在伤病名单中，八人是联盟出战人数最低要求。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